福车默剧团团长王云志从小就与布袋戏结下很深的缘分，不但搜集了上百尊塑胶人偶，还自行研究用养乐多罐等材料制作偶头，以及手工缝制衣服配件。长大后因为不想承接家里的机车行事业，而与双亲闹了一场家庭革命，坚持选择投身自己最爱的布袋戏。经过拜师学艺和多年的功夫累积，逐渐闯出名号，父母才默默认同他的决定。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用心给你这种准备的嘞，万幸中秋不休，今天准备平安喜乐，用祝得咱新年太祖殿，迎接大太祖，啊，圣诞千秋。啊，拢是风车流年，众尊神雄祝福寿，要给咱老妈祝地主新春佳节，大小人财主寿寿仙，雄祝福寿，祈求咱各大神仙平安风度，大吉登万事如意，敬拜的咱福禄寿三仙，雄祝福寿，大小寿地。其实布袋戏，我拢啊当作是阮自己的家人，因为伊个是咱的生命，对阮来讲是足重要。出去玩，那些东西，我就是对偶特别有感觉，哎，它好像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以前老一辈人讲讲，啊，你这行啊，无好啊，这一路做下，这年纪就是人讲的，人讲的无出团啦。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让我好好读书。以前他们的思想讲，红娃单条个，单条囡仔无物件，一个无单条个去耍，一个乖乖听你的话啊。你红单条，我给你毛买，我给你整。所以我就去想到说，拿养乐多，喝完之后洗干净，拿一个纸给它包起来，好，然后画一画，哎，就一尊好了。再来就自己呢，可以将到它耳听，好，挺将挺挺出野沙，啊，它就是一个偶的概念。我爸不要不要看我讲，按我懂你嘛不好呢，你都有办法给我编出来。所以他说，当你这个抗争到它无法给你断掉的时候，它还是要顺从你。耶、yeah ！我饮红酒起恨笑，秋夕凄凉饮我独。哦，山腰独我，何故幽冥？关雾何？我刚刚讲布袋呢，是我觉得人生我想要的是它，而不是想要的是机车，因为。其实传承事业，其实是你的兴趣，所以跟他们站了好久，到这几年慢慢打出知名度，还有去比赛拿了很多奖项，之后我爸爸还是 OK 啊，到到帮我啊，不然家庭革命其实也很严重。我的外地兄弟签个几张光碟，给其他也爱聊聊仔。阿爸，我的外他也是力道要对，阿布的力量啊，嘛是力道要对。阿要拿捏到那个手指会动的感觉，嘿，这些东西足重要，嘿，每天必须这样拉筋，把手拉开，手你拢爱去用，爱去拉手指，你我开啦，这筋你我开，你两下迄角度才会水。一个安尼，咚咚咚咚咚，嘿，一个咧，迄感觉你个是爱做摇诶，哎，你好，哎，这个就女生的动作，所以手指咧，要那灵活运用，关键拢爱去训练。啊，当然你红啊，不要去诠释，即剧本内底喜怒哀乐，你爱咱去听，咱爱怎么样去演，即个演出的感觉。嗨，你好，嘿，大家好，嘿嘿嘿嘿嘿。那迄个声音看起来，大家说，哎，伊个是一个，咱像咱讲甘草人物同款。所以咱讲诶，我甲伊所交个是，即甲我个性无关的呀。因为人嘛是感觉讲，人吼，痛苦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不如把任何事情就是放开，大家好啊过，安尼其实嘛是袂歹。好。
谢谢，非常感谢哈，感谢在咱各位好朋友来莅临在咱这道咱新芽文化中心的广场来欣赏在咱这个看戏看布袋，甚至你会感觉迄阵布袋个是人，嘿，伊迄伊个重点个是咱讲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个角度。动力当然就是观众啊，因为观众他们如果不支持，咱嘛无心行落来。台湾其实真侪艺术，包括歌仔戏、舞台剧都一样，他们都一直在想突破，想要有新的观众，因为没有观众，我们的舞台就走不下去。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今天呢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这一这晚拜一相对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富贵大赚钱，全台戏准备红树队拜拜相对于。